啥别的难，你像拉灯在那去，拉到转进来，都十八度啊，天！那都是机器打井，怎么你还用那个人工打井？人工打井最好。农村还是人工打井好，人工打井最好的。那你现在打一口井的话是多少钱一米？净环就两百八。280一米是吧？不净环就300。那今年都午饭。那要是打到那个南洼的那个石头呢？石头是400，垃圾都是400。400一米是吧？400。像这样打一口井，差不多要花多少钱？大概六百以下，差不多要600以下要花四千多块。四千多是吧？四千多。差不多四千多。那帽子了，你再来刮点，搞到这里去。打到了石头啊！你想的前面那个，叫吊吗？哎。草印，把草印把。拿过去。打了六七米，开始放紧箍。差得可以，半推装不来。是的。好，这老五哈，没打。老五哈，打水深。买了半桶了，要平水木桶的。四条线两个。好，打得好。加水到水边了，行啊，行啊。那个水坏了，停了。你看我顶个生意也可以嘛，顶大的生意。把这些打个。打大了哈，兄弟。对的。你看这边。啥家？我要不得那个买单骨的，行的啊。单骨的行的强了哈。往前跑，赶紧跑。毛姐姐，他不卖给你。我石头转上路上了。紧箍放好了，还要下去固定好位置。缝一缝的多，缝一少的。小的就是。啊。缝的，拆墙缝缝的哪里？我打长的给他的。一张那个呀。打好一。好一。把瓜扔，爬不中。我来把手机给，我爬那个差不多的劲，我爬个差不多的劲。兄弟，南明，刚好。是的，对的，爬不中的。好了，一口井就打好了。搞嘞，哟，这个大功告成。他不得意了，他不了，站着。